哇，好久不见啊！以前呢，这个当年呢，你跟 Karen 唱这一首《难忘的回忆》，难忘这个光岛之恋，对，我们甚至都怀疑这个张老师跟 Karen 之间有一种感情的情愫在，今天可以唱成，不是有一种情愫是我们在一起过，你不要再假，敷脸敷脸，因为我今天特别吃素，因为 Karen 就是我的菜。 因为我出的，他还是他，是他，对对对。那我觉得这集播完之后，张洪亮老师会来提告，是，有机会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种愿望算是达成了，可以让宪哥唱了，宪哥应该，因为他刚刚说他已经有歌手，所以要，给个屁，给个屁，阿米老师那个副歌，我要来吗？加油！ 喜欢。